吃，在这边吃早餐，气氛也太好了吧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你光这个汤哦，就有噱头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不就一般南瓜汤？我是最爱喝南瓜汤的。这南瓜听说有放马铃薯，还有洋葱、芹菜，还有番茄之类的。有萝卜，红萝卜的味道哎。不但如此哦，这个汤上面还浇了一层这个橄榄油之类的，没有？哎呦，所以它其实你不要看它这个油，但它其实不会就是有负担，对不对？对，为什么很多汤要加油？主要是让这个汤保持一定的温度，不至于太快会冷掉。好棒哦。嗯，尤其我最爱里面的芹菜。为什么？我喜欢红萝卜哎。科学上、医学上记载，芹菜有激情的作用。对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啦。是哦，那你喝完你就应该要变得很激情。因为我太激情，所以用激情、激情变成不激情。懂我意思吗？负负得正的意思。对。吃形补形，吃肉补肉。吃形补形，所以它有两颗蛋。对。所以你就可以补眼睛。对。哇，这班里几颗蛋哦？像不像？对不对？眼睛啊，咸蛋超人。哎呦。哎呦。蛋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哎呦，哎呦。而且刚才我听他们那个店长说啊，他们的蛋啊，因为我们是那个法国品种的蛋，所以就是进口蛋的意思。色香味俱全。嗯，我觉得它很特别。嗯。它上面那个寿司啊，寿司是甜甜的。嗯。感觉是用水果去弄出来的酱，六成吧。然后它这个半熟蛋，因为班里鸡块，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它蛋一定要半熟，半熟，它一定要让这个里面蛋黄汁液流出来。哦，嗯，它的火腿是属于有一点点烟熏，然后因为寿司的关系，所以那火腿咬起来的时候，它是会有一点点甜味。哇塞，看詹老师点的这一道班尼迪克蛋，实在是有够丰盛哎！不但卖相好，里头更是营养均衡，选用法国进口鸡蛋、意大利冷榨橄榄油以及各种有机蔬菜。哎呦喂呀，食材这么下重本，一定要多吃一点才对得起自己啦！啊，我叫这个比较简单，我这个是炒蛋，因为一般这种炒蛋会用奶油去弄，然后因为它用牛奶，所以它会有个奶香味。我最喜欢奶香味，无法抗拒的奶香味。嗯。那面包给你一个五谷杂粮面包，配配炒蛋吃。其实我觉得这边呢，所有的餐点其实它都真的做的，我觉得很用心，因为它每一个包含材料，连最简单的那个油有没有，它都有去注意到。哇塞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